能自己家准备 vanilla ice cream， 或者是去朋友家叫他准备，然后你把准备好这个espresso， 然后加进去。我们该用的是黑色，是 Luna。Luna 在我们的六种咖啡里面呢，它是浓度最强的其中一个啦，最苦的。好，所以它比较可以带出那个味道。如果是那个人说我平时喜欢喝咖啡，黑咖啡还是比较苦的咖啡，你就适合用黑色给他们试喝。那就加进去，然后你可以放一点，撒一点巧克力酱啊。哦 ，nuts， 哇，你看 ，NG 准备了 nuts。家人啊，或者是在朋友啊，朋友来啊，都是非常的、哦、好喜欢。要拍照吗？再加一点薄荷叶更美。哇，然后或者是 cookie，、加一个小饼干，加一朵小雨伞也可以。这边说的可是一杯最少的六块。对，我在冲泡，然后。OK。所以可以帮忙分一分给大家吃啊，然后我再泡多一个，然后再放来。